雄狮虎落，用你的油啊！如果还阁倒三工，有关啊你的名声就叫我拍歹去咯。名声迄种物件太虚伪咯，我已经无输咯，咱行。你唔知影我的规矩吗？我知影你唔出阵，但是王即马病情深重，根本也无可能出来遮予你看。关系就是关系，令被打破就唔是关系咯。那我请你来海景做客，但是我有真济事情要无用。什么事情？一日三次要照料后院的红杨树，三日一次我要观察先前实验所在变化，每七日我要开炉炼丹三次。除此之外，我也饲了一条七尾虫，如果成功可以医治骨衰症。骨衰症不是早就解封了？一留下残疾的后遗症，就算不详细解封，去两天不是什么大问题啦。大不了我留在这替你灌溉红杨草，替你炼丹。不出尽是我的关系，你安尼算是医生吗？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有关啊。是啊，我不是医生，是药师。但是我只讲我不出尽，不是讲我不替你医治人亡啊。你不出尽是要哪医治啊？将眉枪正中高敌我，我对症下药，这伤危险咯。目前也未救无我的。再讲，我本来就不是医生，望闻问切，所学不精，望着用针，自修兵军到刑花军集团的收入，就算也不是天下第一，也算是各种交错了。你安尼隔空掠药，真正无问题噶？你袂记得我的外号咯？你又无讲过？你来找我的途中，也该听到一点啊风声吧？是啊，连云红嘛，这样叫你有神。